牛一场，房子一场好了吗？你说你天天吃到八大的，你住得过来吗？你每天一间房一间房就够了，说你一间房你还回头你多累啊你，对不对？道子不利贤弟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父不赞不登高。你看我，他从小就不敢爬高上低的，这还真能聊。孝子所为。闭嘴！咱俩孝子之间能不能平等对话？别说少你一套房，少你条命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别跟我整这些没用的，今天我就要见到合同。哎，哎，马将军，你干嘛去？哎，马将军。把合同给我拿来，放进去。现在什么时候见到合同，什么时候算完。马上去。马将军，都快进入二十一世纪了，还有这种该说的对话呀？上去了啊！你听我给你讲，你别给我整这些没用的。把合同给我拿来，放进去。哥，偷袭我！别过来啊！过来，我点了。别过来！我真点了。你别过来！我真点了。哎呦，着了！啊！